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晨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把国战的录像，第一把是做服装秀，第二把是优甄姬，第三把，哼哼，张飞配神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直接今天的屠杀吧。话说左慈这个将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太强了，不削能玩吗？虽然说靖的武将也挺变态的，但是靖毕竟登场率低呀，对不对？左慈不一样，他登场率还高，还恶心。你想一下，那左慈配个张绣，你打他也不是，不打他也不是，是挺恶心的。这边手亮了一个孙尚香啊，搞事情啊，朋友。疑点越境双亮，我们的左慈啊，静观其变，哎，打得非常的聪明。这嘲讽这么高的将，你只是比较难死，并不是不死，对吧？我其实觉得左慈，就我有收到好几个朋友问我说，你觉得左慈该削吗？虽然我说了不算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左慈可以改一下，就是说可以改成别人能看到你的魂，就这样算小削嘛，对吧？就别人能看到你的魂，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嘛。当然了，我说了不算哈，我觉得确实可以稍微改一下吧，不然实在有点太强了。这边直接打出负极，这个挺难受的呀。看一下有什么魂，我是确实厉害。两个鼠的魂有点难受啊，这边蜀国都已经阵亡了，两个鼠一个无的魂。哎，我刚看错了吗？难道是两个魏？对，是两个鼠，没看错，吓我一跳。这边不是朋友，你为啥要投铁呢？你就非得打这个左慈，先对吧？你们四个魏国，先把孙尚香干掉啊，然后再把周泰干掉啊，何必如此投铁？这边看一下周泰，相当难受。这边是有那个绝影的飞影吧？那绝影吗？我就说嘛，我还以为我记错了。这边无中生有，稍微放慢一点，有点快。这边我和拆桥，哦，远招打的是远招进攻，顺手牵羊，然后再过河拆桥，拆掉香香乐。这边确实要跟香香结盟一下。这里的话，由于是自己家两个，如果尤其是这个香香爆发还挺高的，所以没有必要说拿丈八去拍两张武器，然后去打这边，因为。大家记得，就是你在读秒的时候，哪怕你手上是像这样三张废牌，就是暂时就回合外的三张废牌嘛，那但是你只要手牌厚度高，你的嘲讽就低。所以说，大家有时候打游戏的时候，不要觉得说我手上牌没啥用，那我就用好了，不是这么说的啊。就尤其是你读秒大国，然后跟小国盟友结盟的时候。手牌厚度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对吧？你看起来胖，你是不是看起来力气就大？也有可能是，对吧？有可能你是一个比较亏的胖子，但是不重要嘛，对吧？反正看起来，看起来力气大嘛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看这香香已经满血，几乎差一匹马就神装了。我周泰吕蒙确实有点太弱了，他的存在可能就是给香香丢点牌，但是现在也没啥牌可以丢了。得看一下克己，腰果，突袭，集魂，哎呀，周泰会不会死吧？这边魏国强度其实也不是特别高，但是就是打这三个人来说，其实魏国还是偏优的。我说实话，哎，这魏国之前就有点什么问题，就非要去打左慈，先把香香解决掉，一切都好说。香香二张的话，对吧？如果有人辅助，还是爆发挺高的。虽然说左慈张绣爆发也高，但是你打他有副作用啊。而且左慈的话，确实魂也。不一定嘛，对吧？你越打他，他魂越多，然后他越厉害。就除非你坚信你能打死这边喝酒，哇塞，这来到了精彩的一波爆发，喝酒雷杀，这司马懿，
之前这个司马懿打这个荀彧，荀彧不可卖席，然后司马懿两逃，但又出了一逃，白浪费一逃去救他。这两个人可谓是有来有回。这边南蛮入侵，直接干掉湘湘，这一波的输出是打得相当相当的足啊！决斗，哎，漂亮，直接赢下游戏。这个爆发，这个防御，告诉我，他该不该削？要是左慈好像，他是开通哪几个包的就送的来着？他算便宜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因为军巴我也不用，军巴我也不用左慈，都用借左慈，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了。应该不算特别贵吧，就是如果全那几个包全部开通的话，这太久了，左慈这个太久了，实在不记得了。这边来到第二把，第二把是一个叫宇文的朋友的投稿，我看一下。我最近收到几条私信，有其中有两个还是三个，还有半个当半个人吧。就说啊，听我的视频，就看我的视频有多久多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我还挺感动的，然后接下来一句是，每天晚上都是听着你的声音睡着的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每天中午都，晨晨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，我每天中午都是你听着你的视频午睡的，唉，你们做个人吧，你们做个人吧，这么精彩的牌局。这么优美动听的声音，妾身美吗？你们睡得着吗？你们难怪单身，真是的，给我气的呀！本来还挺感动，我说成不成？我看你视频两年啦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我真的太谢谢你啦！你治好了我的失眠症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神器！下次在视频里面就突然给你们嗷的叫一声。我让你们睡着给你们凹醒。好的，这边来到了既不紧张又不刺激的牌局，亮了两鼠一无鼠公，大小诸葛吧，看来有点嚣张。哦，这边奖费亮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之前不是答应跟你们说要做那个官将嘛，然后我后来听观众说好像要出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什么篇吧，就反正要上新将，然后我去问了一下韩旭，韩旭就三国杀总设计师嘛，然后韩旭说，他说应该是的，然后那么我们就可能等到出了那几个将，我们到时候再做好吧，应该据说是十月份吧，他自己也不确定，因为比较琐碎的事情他也不具体管。但是我收到的消息是确实有可能，确实应该是要上的，所以我们就等到时候上完新将之后再一起做一期视频吧。就新国战特，就不是，就官将篇这种呢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平时就做现在你们看的这样一个视频，可能大概花费是40-50分钟左右，然后我做一期官将视频我可能要花好几天，因为要做图片啊，然后要因为就是比较硬核的知识型的内容嘛，所以我为了自己不重复的说话，所以我会提前把文稿写好，还比较麻烦，所以这段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攒一下两个圆圆的东西，不要到时候跟我说没有了好吗？希望你们下次一定啊。好的，这边在我扯犊子环节已经死的差不多了，这边没有，很尴尬。刚刚荀攸一波伤害也是打得非常非常漂亮。其实之前我看录像的时候，我记得荀攸之前那个顺手很，不是那个制比很多，别的打的没什么问题，都还挺好的，挺厉害的。他之前那个去顺诸葛亮之前用那个制比有点离谱啊，你没必要去制比他手上啥牌你都会顺他的呀，对吧？你就制比直接重铸嘛，你反正两张顺手。所以说没有那个必要，但是这边还是小的失误，我觉得无所谓吧，就有很小的东西。我一直觉得其实国战大局观的话是最最最重要的，就像我有时候现在不是播那个手杀斗地主嘛，就老是有人觉得我
就我偶尔就会出现一些小失误，然后被狂骂。我跟你们说，哇，我最近在 B 站直播了两次 ，B 站的观众太吓人了。哇，我只要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，我的天哪，被骂的青蛙都不认识，真的好可怕。我是一直对于那个，可能我还是玩国战出身吧。其实国战的话，我自己其实打国战很认真，就是失误很少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点小失误很正常，所以我对观众投稿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。我只要觉得他大局观没啥太大问题，有点小失误我都觉得很正常。好的，这边回到牌局，这边李典跟这个孙策刚上了，我去，周泰李典，你可算是打出了爹来啊。李典这也算是挺有贡献的吧，这边啊，远交进攻十一张牌的周泰李典就问你，我也周泰李典是什么鬼，周泰孙策，说错了。哎，我以为这个周泰孙策是个 boss， 没有想到这个曹丕李典也是个 boss。 其实李典曹丕打错了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这边应该去翻一下周泰孙策的，因为周泰孙策的强度是很高的，对吧？他再动一轮的话对自己还有威胁。其次就是说，你现在是一个读秒状态嘛，他当时，那么你一定要做出一种什么姿态呢？就是谁打我我打谁，就你打我我不会帮你翻别人，我会翻你哦。就真的有时候曹丕有时候啊就是要这么玩的，你不能让别人觉得说我打你曹丕，你曹丕还帮我翻别人，反正暗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队友，对不对？那我肯定就打你了呀。你可以看到这边周泰又打了他一轮已经残血了，就三号位出来的不一定有周泰孙策这么可怕，对吧？哪怕你觉得是他是无辜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就周泰孙策强度已经很可怕了，就是已经觉醒了嘛，还而且还是有个冠世府的状态，所以他其实大家如果是曹丕的话，在周泰打自己那一轮的话去翻周泰是更优的一个更优解吧。但是这边不重要，已经火攻被打了一个无懈可击，那么二号是个跳舞的状态。哎呀，我马神真的惨啊，我马神那火攻被无懈，顺手被谦逊，不给我马神面子是吗？不给我马神面子呗，哼，一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神。这边哇，沙摩科，这李典曹丕出来搞事情，把自己搞崩了呀。边火杀江当激昂啊，不是火杀吗？我看错了吗？我又瞎了吗？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好了，其实我今年已经79了，保养的好看不出来，跟这玩就好无聊。这边武圣我有相当的激昂啊，孙策人是非常激昂。这边看一下顺手庞德，这庞德之前是看过主视角的。火攻，看一下这边诸葛亮魏延，这个时代的眼泪吧，只能说诸葛亮真的有点时代的眼泪的感觉。带标包诸葛亮可是神一般的存在啊，也不是吧，就标包的话诸葛张辽貂蝉都挺厉害，不不是说国战啊，就是说那个别的模式。国战其实你标包的话这三个人也挺厉害。这边已经直接出来了，以逸待劳，先杀鲁肃啊，超就是山九杀能不能死，看一下，哇，手上有个九没有关系啊，这边还有一张杀。再来哇哟，马神个人秀啊，我的天，你别说，这他这个如果不是马神的话可能还真砍不死，不一定吧，没注意那个鲁肃的牌。神赢了，
好的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希望大家给我3连多多支持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